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晚上，我们接受伊斯兰教皈依协会的邀请。我们也去了不少的同修，昨天他们问了一些问题，我给他解答，你们听了怎么样，满不满意？大乘经里面，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最高的原则，就是入不二法门。不二法门就是《法华经》上讲的佛知佛见。宗门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，那么诸位仔细想想，如果伊斯兰教跟佛教是二，你就不能入门了。事出世间是二，你也不能入门了。我与人是二，也不能入门了。不二就是一，叫一真法界。所以有了二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了，就变成十法界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。什么时候你能够回归到不二，回归到一，这问题解决了。这是入佛位，佛跟众生的差别在此地。所以修学掌握到原则，进步很快。违背原则了，就是不得其门而入。所以佛讲的是性相不二，因果不二，生佛不二，自他不二，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皆是不二，一定要晓得这个原理原则。好，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继续在讨论立妄语，若立妄语得八种天所赞法，八种前面的五种我们说过了，现在从第六看起，在经文第八页第二行，第二行第二个字，六，言无物实，心常欢喜。一个不妄语的人，他的言论不会有过失。为什么没有过失呢？他有智慧。这个常常妄语是烦恼做主啊，习气做主啊，所以错误总是不能够避免的。人诚实，心地真诚清净，不欺谎众生，没有妄语，这个人常开智慧。常开智慧，这个言论当然没有过失。
心常欢喜，佛法里面常说的常生欢喜心，这个喜悦对于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。这个古人常讲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如果要是人遇到悲伤，这个痛苦啊，身心健康啊，就受很大的伤害。多愁的人决定多病。杂念多的人决定不健康。健康的人一定是常生欢喜心的。常常愁眉苦脸，这个人决定不健康。所以利妄语得这么多的好处啊。第七，法言尊重啊，人天奉行。一个人诚实可靠。他所说的话大家都相信，都不怀疑。这个地方说得好啊，不但人不怀疑，诸天听到都欢喜。天神高高低低层次很多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佛在经上常讲，天有28层。高级的天人五通的能力很强啊，叫五种神通啊，六通里头啊，他没有漏尽通。除了漏尽通之外，其他的都有。天眼、天耳、他心，他心，你心里想什么，他知道，叫他心通。续命通、神足通，神足通是变化。唯独没有漏尽，漏是烦恼。他烦恼没有断尽，也就是说他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干净，但是比他以下的人来说呢，那他的功夫殊胜，这比上啊，他就不能比了，比下了那他殊胜，这是我们跟他不能相比的，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，所以根本就不通了。那么妄语是烦恼，严重的烦恼。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劝人修行，头一个要断妄。那么其他的这个烦恼容易断了，妄语不断的就肯定你的妄想习气一条都断不了。这个东西不断的又罢了，天天还在增长，你的烦恼习气在增长啊，它不会止在那个地方啊，真的是不进则退呀！所以天人呢都尊敬，天人也会奉行。末后这一句是智慧殊胜，无能制服。这个就是讲的无碍的辩才，
无碍辩才是不是学来的呢？不是的，无碍辩才是属于果报。这个果报是从智慧来的。我们一定要明了，烦恼轻呢，智慧就增长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烦恼重，智慧就少了。 烦恼轻呢，智慧就增长了。我们要想开智慧，就不能不断烦恼。智慧殊胜，辩才无碍，无能至福。这个无能是哪些人呢？ 烦恼习气没有断的人，他没有能力跟你辩论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要度外道，这个佛经里面讲的，那个时候的社会。 著名的外道有96种。外道不是毁谤人，不是贬低人。外道这两个字的定义，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的很清楚，心外求法，叫外道。 所以我们自己要细心的去检点，去反省，我们是不是心外求法？如果是心外求法呢，那也是外道。这个外道呢，在佛门有个术语叫门内外，佛门里面的外道。虽然学佛皈依受戒了。 还是心外求法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于佛的经典没有深入，不了解经教的义理，念念呢还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。 这都叫外道。所以外道的意思很广。与外道相对的内学。所以佛法从哪里学起呢？从内。内是心性。换一句话说，内是能现。 能变，外面呢是所现所变，能现能变是真的，所现所变是假的。你在假的那一面去求，那你哪一年你才能见到呢？这个见到就是你见到心性呐。 宗门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呢，这才入门。佛家通常讲啊，入大乘之门呐，才入门呐。距离登堂入室啊，那还相当遥远。 这个入门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就是初住菩萨，《华严》是圆教，圆教初住菩萨入门呐。换一句话说，圆教实性位的菩萨还没有入门，但是他接近，他向着这个大门的方向，没有错。 但是还没有走到大门口。
这一步踏进去，这叫初住菩萨，还没有进门，还在门外呀，这是实性位的菩萨。所以佛家讲位次，入门才算拿到学位了。所以实性菩萨没有位次，初住以上这有位了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是佛法是从内求的，内求助己，不求助人。佛法的殊胜，实在讲，内证的方法好啊。 直接稳当，它不迂回呀！直接教我们从内证，但是我们往往不懂得佛的意思，不明了佛教导我们方法的所以然。 于是有意无意当中啊，我们的思想言行跟佛所教的恰恰相反，这是我们不能证果、不能入门的真正原因。如果我们懂得佛的意思，知道他的善巧方便，如理如法的修学。 在一生当中，其如境界，不是个难事。那么话说回来，现在佛教给我们不妄语，我们能做到吗？难呢，做不到，但有意无意违反了吗？什么原因做不到呢？ 我没忘记，我要说老实话，对我不利呀！你看看，总共我在那里，这个关不能突破。《般若经》上一再给你讲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你为什么还要坚固执着我？ 诸佛菩萨为什么敢讲真话呢？他无我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厉害呀，他讲真话了。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呢，头一个，这有厉害呀。所以明知故犯。 明知故犯是愚痴，是无明啊！你的损失太大了，你所得到的利益太小了。你损失大在哪里呢？明心见性这个损失是掉了，你看看这损失多大。 所以，我们如果真正知道利害得失，你肯定会随顺佛陀教诲。你看伊斯兰教里面，伊斯兰教总结，这他们自己说的，总结伊斯兰教这两句话了。 顺从真主，和睦待人。
跟佛家讲的没有两样啊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常说随顺性德，他们说随顺真主，没错，性德就是真主啊，真不假了啊，只有自信是真的啊。他那个主是主宰，主宰是什么呢？就是华严山讲的能现能变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心性变现的啊。佛家称心性，他们称真主啊，名称不一样啊，意思是一个。诸位想想，虚空法界这个里面有多少不同的族类，有多少不同的宗教，有多少不同的文化啊，有多少不同生活的方式，全是心性识别的吧啊。佛在大经上不知道讲多少次，离开性识无有一法可得啊，所以法相唯识宗里面讲唯识啊，那唯识独一啊，那就跟他们宗教一样啊啊，他们说唯一的真神，法相宗是唯一的这个信实，所以你把它汇通一下，不是一桩事情吗？啊，不同的部分我昨天跟他们解释了，是因为我们生活习惯不相同啊，我们居住的地理环境不相同啊啊，新加坡人住在热带啊，西伯利亚人住在寒带啊，生活方式不一样啊，那这个地方衣服穿的单薄，那个地方穿皮衣服啊啊，这是地理环境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历史文化不相同，差异在这里啊。那我们到北方，我们穿这个衣服也不行啊，也得要穿厚衣服啊啊，他们到此地来的时候，他衣服也要脱掉穿淡衣服啊，这就是入境随俗啊。不同是这些地方，这是小事小节，不是根本，根本是相同的，目的是相同的，目的都是要教我们生活的舒适，生活的幸福啊，目的完全相同啊。那么就晓得了，为什么教法不相同啊，这个手段不相同，那是有原因的。所以你只要佛家求的没有别的，佛家所求的智慧啊，彻底明了通达宇宙人生真相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真正通达的人，明了的人，在佛教里面称之为佛陀，称之为菩萨，在其他宗教里面称为神，称为圣人啊，称为神的使者，名称不相同啊啊，甚至没有两样嘛啊。那么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所以佛法跟其他宗教很容易沟通，如果重形式疏忽实质，那很难沟通。
我们总要明了这个道理。智慧开了，就圆融了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二十五位菩萨说他修行正果，叫圆通。你看二十五个人，个个都圆通，所以个个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通很重要啊，那圆通就更妙了。那么这是八条说出来了，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愿。这是如来果地上得的相好，如来的真实愿是从不妄语这个业因得来。如果从相上讲呢，即得如来广常摄相。那是从相上说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里。